今天9060，我打包试一下子。今天9060要打包11台发货，再打包。这边一台2513是昨天买的，那边有3台，9060是昨天打包好的，也是。今天906011台打包。今天906011台打包。这里有打包好的3台，这是样品柜。都冲着胆小，忙得热火朝天的。北方在下雪嘞。好吧，9台6090已经打包好了。11台9060已经打包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那里打包好的有昨天打的有3台。是，那后面有一台大的2513，今天会全部发货。今天发货是1台9060，1台2513。大家看一下我们工厂的全景。1月9号，发货906011台，现在是7点半发货。那里面已经装了2台了，哎，叉车上也有2台。晚上7点半，快8点了。9号我们还在发货，发11台9060。深圳的冬天很热啊，你看，我们基本上还在穿着短袖。车里面已经有4台了，加这2台6台。叉车放好了之后，基本上还要用小叉车把它推到里面去。你们一共要装12台。2台过来了，你看，深圳市大有智能喷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又为你们打车设备制造商。那里面还有3台，哎，这外面已经清空了，那是2513，它要叠上去的。好，这8台装好了，另外3台是另外的客户，明天装车。哎，年前快放假了，我们做了整理，车间里每一台机器都覆了防尘膜。这些都是2513的，这边是机架和9060的一些钣金件，这边是导轨 THK 的，
这都是2513的。9060只有两台，是客户订的了，没有库存。这里都清空了，整理得很干净，每一台机器都做了防尘保护。这边在装配，18号我们就放假。